下一集的《欢喜就好2》，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延庆先生将同梁细妹一家与你分享各种各样的乐龄活动以及有助保健的舞蹈，还有到底是什么能让梁细妹一家如此激动呢？别错过不进一哥黄一飞的演出以及参赛者们斗志的精彩片段，《欢喜就好2》星期五上午11:30八频道。《欢喜就好2》是由以下机构温馨呈现。